啊，这是这一个 pressure cylinder cover 的一些详细的尺寸啊，看起来跟前面的练习看起来是有点复杂，但是其实并没有很多新的啊新的概念哦，所以只要你有耐心的慢慢的去把它完成啊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